大家好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是 Sina 的 DP 快门系统。那这个东西因为大家现在都把它散落了，它其实原本是一个套装组，就是包含了对焦屏，然后包含了快门组件，还有镜头组件。那今天很难得可以把它全部都凑齐。首先先从镜头开始，镜头的话，它这一个东西就是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看过，就是很特别，就是长得像一个甜甜圈的一个镜头板。那这个东西是 Sina 独家的一个镜头套组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有点类似像林好夫的林选镜头。那因为它是一个专用的镜头板，然后其次就是所谓的 DP 快门的本身，就是那个快门组件。那这个东西呢，现在的可能卖的比主机还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买它回去改装一些，比如说老铜镜啊，或者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没有带快门的一些早期的镜头，或者是投影镜啊、航空镜之类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包含了说线材，因为它的线材是特规的，所以这个东西必须，你如果真的想要买它的话，你必须一定要确保你的线材一定要有。好，首先它线材的部分会有三条。这三条全部都是你哦，建议就是一定要有啦。哦，第一条的话是快门线，哦，然后第二条的话是快门跟对焦屏的连接线，然后第三条的话就是闪灯连接线。哦，这三条基本上都是如果你当初没有跟快门一起买，就是非常难以取得的。好，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当初啊，它的设计逻辑是一个就是。因为像 Sina 这样子的相机，一定就是它在摄影棚里面使用嘛，所以它就会需要可能会有很长的蛇腹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可能就一比一，可能有时候标准是一比一就这么长了。那你可能会你要调整，你要一直走到前面去调，然后又再走回来看，然后再走到前面去调，你要来回多次。那这样子使用上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，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快门组件上面所有的提示窗。然后包含了光圈联动的这个开窗，哦，所有的部分全部都是面在背面，啊，你会觉得好像很奇怪，它为什么不是在镜头的正面，而是它背面？因为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你看，假设摄影师可以直接从我从这个角度，所以你看我把它调成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我从这边直接调整光圈的数值，哦，那你会发现，因为它刚好这个东西它已经系统化了，所以它把所有的光圈数值全部都统一在这个位置上。全部统一在位置上，然后这边有比如说预览的开关，哦，然后包含了就是快门的调整，快门速度的调整。那你会发现说，这个快门很特殊，它有做到八秒。那当然就是说，因为你看微距，你很容易一补偿，比如说原本假设好了，原本是正常的数值是一秒好了，那你会因为你微距的话，你就要再补偿一两格，哦，你的时间，所以它反而会变成说。高速的快门没有很多，可能它最高速只有60分之一秒，但是它的慢速到就是长达8秒，而且我有试过它8秒还蛮准的。
好，那接下来你会好奇说，哎，这个东西连接在这里是要做什么的？好，所以我等一下要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如果你有看过 Cena 的对焦组件的话，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顶针。那你刚刚可能会想说，这个顶针跟这个螺丝，一般来说很少人会知道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。其实它就是预留给这个快门组件使用的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举例来说好了，我们先把镜头先拆下来。好，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洞。我们把我们现在在预览。那有时候预览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情境，就是我很常片子一插进去，然后我就拉豆腐刀，结果底片就意外曝光了，因为我前面忘记关啊。那这个地方设计就很聪明，来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是开的嘛，对不对？我敢关起来，一插进去马上就关起来，它就联动，然后联动之后你再拔出来，它也就锁住了。哦，这东西设计很特别吧？就是，然后你或许会想说啊，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去前面开快门？不用，它这个东西设计非常的精巧，就是它这个快门线为什么是特规而不是一般的快门线，因为它这个快门线撞针的行程非常的长，这么长的一个行程，那这个东西只要这样按下去，好，假设我们先设定一秒好了，你就看，就直接可以做曝光，哦，不用再去前面，我还要走到前面去拨那个发条，然后我拨发条可能又不然拨到快门之类的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啊，好，我们再进一步的把这个镜头的部分装上去，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，假设好了，我现在就全开光圈，然后我现在缩光圈，好，你会发现它的光圈数值我可以直接透过这边调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慢速机，这个慢速机设计的时间非常的长。好，我们把片退下来之后，就可以看，好，这是预览，好，当然预览还是每次都要按下去啦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撞针，那这撞针的行程非常的长，就这个撞针是一气呵成，包含了上发条，然后把快门激发，很多动作一起完成。好，可以看一下这个组件，这组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快门系统。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顶，哦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拨盘，那这个拨盘呢，它也就是去控制这一个位置，好，你发现它用来控制它的光圈的大小，所以它已经把整个系统都不管什么镜头啦，它基本上都是把它统一做到，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快门去做控制。这个东西我相信应该也启发了后续那些电子快门的系统。好，那这个镜头啊，如果你有去 eBay 上面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很多这样子的镜头，其实它的价格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便宜。那这个东西我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有趣的小故事，就是我当初买到这一颗镜头，这颗是300F9 的 Aperona。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如果大家有 300F9 应该就知道说，其实这个焦段应该是一个4×5的望中望远啊，就是大概等效80或100左右的这种焦段。那这个焦段一般常见的话就是那个 Nikon M 的 300F9 嘛，可是价格很贵啊。那因为 Aperona 其实也是类似的东西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，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机会变成是一般的镜头？那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改装结果，就是
我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一颗镜头，我就说啊，这颗镜头在 eBay 上面被标超便宜的，可能是那种就是垃圾级的价格。但是你知道说，如果一颗弄好的 Aprona 大概也是要10000多块吧，差不多那个价钱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它买回来，然后买回来的话，这个想必是不能用嘛。那你如果去买一个快门，那这样子也不划算，因为快门比这整台相机还贵。好，那所以我就把它拆下来。我就去找了一颗废的，因为其实这些镜头都是还是标准规格，它比如说它还是那个 Rodenstock 的一个标准规格的镜组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它搭配的一号快门，然后帮它组装上去。这个东西是可以用的，不过你可能要注意几个小问题。第一个小问题就是，因为其实快门也是有一些机械的公差，所以你像我自己的话，因为我有能力去量测这一个位置，好、哦，这一颗镜头当时在，因为 Cina 它这个东西一定是它配好的嘛，它根据原厂他们自己内部的规范去把这个镜组的这个尺寸配好。那你有办法量测，就是这个尺寸在装到一号快门的时候，它还是保持一样的长度，哦，这个东西你要可以做到，或者是说。原厂说明书其实也会写、哦、就是说这个镜组这样子的尺寸应该要多少、哦、他们其实是有标示的、哦、所以第一个你要可以做到这件事情。那第二个就是比较麻烦的，就是说好，这一颗镜头的光圈数值，因为每一颗一号快门都是一样的东西，那但是每一个镜组它可能会因为它的焦距不同，所以它实际上使用这颗一号快门的光圈的口径是不一样的、哦、所以你可能要注意像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自己的做法是这样，就是说我把这一个镜组装到数位相机上，好、啊、然后去用数位相机的测光去校正这颗镜组的光圈数值，然后并用这个光圈数值可能是用和其他镜头去交叉比对，或者然后就是再把那个数值、哦、可能是自己再把它刻上去，然后做一个贴纸，然后贴在外面这样子。好、哦、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可以算是省钱的小 paper 吧、哦、这个比较特别啦、哦、因为你其实可以看到那个 Cina 的这个 DP 快门现在在二手市场上，如果你找到那些镜组的话，你会其实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特别优异的，而且尤其是后期型的特别优异的镜头，那这些镜头的价格往往会比可能都是市价的可能一半啊，甚至是搞不好只有30%左右的价格，所以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。不过这个东西你要去克服一些小问题。